天这先让你来示范一下，后面还有几组人马要来挑战。今天看看我们挖猛踢用什么特别的组合来给大家演绎一遍，对呀对呀，好不好？你反正出来是什么，你就表演就对了。你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我们节目很有信用的啦。嗯，老白捞了以后，不是今天你家的新功格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不是刚要阿妹要唱歌，嗯，今天你哥你后边哥卖一个伏笔，我干嘛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今天你好好唱，不，今天你好好表演，想要唱歌，明仔再接歌来。明仔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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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歌来。真想去，雨也真想去，去我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搭甜，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？时间在探听，加菲猫好会唱歌。消失，我的感情予你。好来，往生者致辞。别跟着，我来，我靠近你。哦呀，真想起，哦呀，真想起，想起什么？是我哪会无志气？我变换了。哎呀，消失去。来跟着指挥棒，跟着指挥棒，嘿！时间在探听，都有你的消息，我的感情予你放甲死死。啊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爱做你？耶！对，爱你，这番是我甲你。啊，我问天，我问天。是人饮的泪，不敢面对现实，梦中最缠绵。哎呀呀呀 ，check in check in baby check in baby， 有了有了。Uncle Uncle， 你好你好。哇，草屯大众女子乐团。太棒太棒，看你们表演。建哥，看没看没看，我都知呀。你拢掏钱吼，是是是，好人心欢喜松松的，阿婆处理佛，唔是安尼。站在这边还给我用那个佛教的音乐，他去跟他莲花做这个。掏钱，他们已经先在台中一带先出了一摊。对，在赶。等等，你是今天第二团？你们是赶托的？在专门在女子乐团，草屯乐团，哎，草屯啊，哎，他们真的很厉害。西索米哦，不不，阿伯嘞，西索米配外我猛听，很好啊。这一次五月天在台中演唱会，他们也是受邀不要前来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跟你说，不要来就不要。跟你说，以我跟宪哥的交情，宪哥集团我 O N 哪个黑的输呀？是万里是吗？ O N 从那边唱了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只要告诉我号码，我就完成你的愿望。是啊，我们是一种的啦，是啦，不好嘛，不好嘛，要都是
整团接起。这个表演很棒啊，对不对？来欢迎徐雅慈啦，来，雅慈在哪里？哎，团长吗？团长，给咱团长介绍一下。团长，你看翁立友徛到徛到顶，哇，恁干不了。哎，后面 heavy metal 他们在那摇，有没有？甩头，你们站在一起，你唱这首歌不违和，很和谐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之后可以弄一个 set。他这个歌叫《挖猛踢》嘛，挖猛踢就是你站在那边，心里面有沧桑，然后看着天边嘛。是，你这样抬头会累嘛？你不如躺着看。传说那么多在谈，哎，说不定还会创造出新的业务。真的，对，今晚跟起就拜。可以了，徐雅慈跟你介绍一下。对，啊，你们现在是一团六个人，那一团跑一团，你们一般是怎么算？我们要二十人组的，你独角兽跑一团个屁股怪怪，你怎么说？哎，先帮他预约起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不用移了，不用朱丽姐。对，这个酬劳要私下谈，私下谈哦，不好意思透露。要不然就开心包个红包也 OK 啦，可以。对了，但是他们这个都有客制化的，哦，客制化吗？是吗？都有客制化的，怎么？像刚刚那个就客制化。对，我们刚刚好客制化。因为其实汪猛天家属常常点呢，为我们点播歌唱一下，他来讲了。他点的时候，他都想啊，我阿公吼啊，懂这些，我就会听你这条汪猛天的歌。汪猛天有可能就惊吼，你的本调性格的歌。想到这个就掉东西啊！哎，宪哥有一首歌叫《沙梅沙利》，哎呦，你看这。哦，还是金星瓦抓节，都有啊，这个都有点播过，都有，因为我们都是采客制化的，客制化，现在什么歌有，帮他客制一首，你随便吹一首，对啊，送给他，会干嘛？你弄一下，我们帮宪哥吹一首，一呀，说不能。真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棒。然后他们几位团员，宪哥，因为我也是乐队，我学那个 Otto 的 Otto 乐队啊，在乡下吸收迷。其实有的时候要冲场面，对不对？大概要20人组、30人组，但是在乡下怎么会有那么多会吹乐器？是，这个时候有的叫 touch， 就是 touch， 就是假装一下 touch， 摸对嘴的，对嘴。所以乡下哈那个甘蔗园啊，在这个都会甘蔗都会失踪，因为他们会去把它切大概这么长一段下来，是哦，这么长，远远看很像一种乐器，有这么远的？不，很像一种乐器叫黑管，我打它，这样不会被抓到。黑管，不，混在那个乐队混在人群当中，远远看以为真的拿黑管。甘蔗，对，那上山的时候，那个吹那个墙壁多哎。墙壁斗就是那个小喇叭，哦，小喇叭，对，刚才一靠近看，哦，通马桶，等一下，这个而且是绿色的那个，而且他的表情哦，最像是有在吹，哎，因为他脸色很难看，很臭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那个真的是那个有人拿甘蔗假装黑管，这个是上山的时候长度还很正常，下山变一半哦，因为热，掉啊，不是因为下山很渴嘛，太渴，边走边，对，真的，有一点矜持好不好？都在混了。